我们现在呢要用 Sarsaparilla Galus 来教 Form 4第九课，它是 probability for combine 那个 event 两个的，so Gobalangalian 就是 probability，然后 Gobalangalian 呢这一个 probability 呢它是可能性，然后我们在 Form 2最后一课的时候有学到。然后我就跟我的学生讲，这一个 probability 是什么东西呢？probability 呢，你把它当成是分数，你把它当成是分数，就是这样来看待，OK，分子分母这样。然后现在我们进入9.1了，然后那个 probability 呢，for x 呢，它会是在零跟一之间。就是说，零的情况之下呢，是不可能发生，发生的可能性是零，就是不可能发生，发生进的可能性是一，就是肯定发生。好，下面这个是那个 Form 5的东西，他说有五张卡，一二三四五，然后放进 bag 里面，然后我们从那边拿出两张卡出来，然后一张接着一张，没有放回。看清楚啊，它是没有放回，然后它现在要我们写它的 sample space，搜它的 sample space 的时候呢，记得 sample space 一定是要写成 set 的，它是一个 set 来的。然后它可以是什么呢？一二、一三、一四、一五，OK。然后接着呢，它可以是二一、二三、二四，还有二五。可能会有学生问老师，为什么不给一一呢？因为一拿出来了，它里面就没有一了，就是这样啊。OK，所以接着我们这一边还有这三一，然后三二、三四、三五。然后四一四二四三，然后四五，然后过后呢，它还有五一五二五三和五四，好。接着他说，我们有那个两个那个公平的 weight ceiling，然后他就。丢上来，so deep ceiling 的话呢，它用那个马来文是 gamba 跟 angka 啦，OK，英文的话呢，我们是 head 和 tail，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有什么可能性？head tail，然后 head tail head tail，我这个是 tree diagram，所以它的 sample space 呢可以是 h h，然后它可以 h t。然后它是 T H 或 T T ，OK。然后接着它有两支笔，选从一个盒子里面，它有一个红色的和两支蓝色的，所以我第一支的时候呢，它可以是红色的，然后它可以是蓝一和蓝二，然后。它这一个蓝一、蓝二、红色、蓝二，然后红色、蓝一。So 在这一边，他没有讲清楚，就是讲那个蓝比那两只是一模一样，还是有分别？我就当它是有分别的啦。所以它的 sample space 呢，可以是红色，这么我放梅拉的啊，算了啦，不用紧了。比如一，OK，梅拉比如二，然后。比如一没啦，然后比如一，比如二，然后还有比如二没啦和比如二，比如一，好，就是这样。这一边呢，它这一题呢是题目自己本身有问题。为什么题目本身有问题呢？第一就是说，题目不完整。为什么我们讲题目不完整呢？首先，两支蓝笔，蓝笔，
一样吗？不一样，我们才有 B 一 B 二嘛。然后我们抽了第一只之后，有没有再放回进去呢？OK，so、okay, 什么？抽了第一只之后，有放回进去吗？OK，so、okay, 在这边呢，它是。不一样，然后他没有放回，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作业给的答案是 mera biru 一 mera biru 二 b e m，如果他放回的话，他就可以 mera mera 这样的东西的存在。在这边他没有 mera mera，就是讲他没有放回了，因为他放回了 mera 拿了 mera，他还可以再拿 mera 嘛，所以 mera mera 就会有存在嘛。然后它 mera biru 一跟 mera biru 二如果是一样的话，它就没有 b 一 b 二哦，它直接 mera biru 就是一样的东西了，这样吗？OK，所以这一题，题目本身有问题了。接着我们进入9.2的这一边呢，它有 basanda 跟 da basanda。OK，so dependent 跟 independent。So 在这边的时候呢，Basanda 呢，它是 dependent，OK，、okay? 就是会被前面的影响。然后这个就是 Basanda，大 Basanda 的情况之下呢，它就是 independent，然后不会被前面的影响。那 OK，So 讲讲呢？就好像我们刚才那一个放回跟不放回，那不放回的情况之下，前面选到红了，后面就不可能选到红了吗？所以它会影响后面的咯。然后它放回的情况之下呢，它前面选到红的几率是三分之一，然后下一次再选的几率还是三分之一，所以前面不会影响后面，所以那个就是 independent 了。OK，所以它。大 Basanda 的时候，A 不会影响 B，B 也不会影响 A。Basanda 的情况之下，A 会影响 B。好，来我们看在这一边，他说他选两张卡 A，然后一张接着一张没有放回，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他是。他有哈拉曼这样，他要选两张 A 嘛，这样 probability for 两张 A，这样他没有放回的情况之下呢，他会影响下一个，OK，所以这一个是属于 Basanda 的，为什么呢？第一张是 A，跟第一张不是 A 的时候，他这边有二四六七七张，七张里面有三张是 A，四张不是 A。然后第一张是 A 的时候，我第二张又在选 A 跟不是 A 的时候，它就剩下两张 A，然后四张不是 A，然后这一个是 AA 之外，这一个是不是 A 六剩三百六，这一个是三百六这样，所以它的这一边就会影响它了。我不放回的情况之下，我拿了没有放回的时候，我就少掉一张卡，分母就会少掉，少掉一张 A，分子那边也会少掉。所以这个是前面的会影响后面的，OK。然后在这边旁边这个，他说得到五，然后他mendapat nombor lima apabila dua biji dadu ada di lambung serentak。他只是要拿到五而已啦。所以第一个是，或者是我是讲丢两次啦。第一次拿到五，跟第二次拿到五，或者是两例有其中一次五了，就是我有五跟不是五。你丢那个骰子的时候，dadu 的时候，英文它叫做 dice，OK，、okay? 它有时叫做 die 这样，OK，之后它就六分之一啊，五分之六啊。另外一例拿到五跟不是五的几率呢，会因为它是五而改变吗？不会，它还是六分之一，还是六分之五。这一个还是六分之一，然后这一个还是六分之五，所以前面的不会影响后面的，所以这一个呢是大 Basanda，这一个是 independent，
dependent，然后这一个是 dependent 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前面的会影响后面的是 dependent，前面不会影响后面的是 independent。来，接着他在这边写两支笔，同样颜色，然后一个接一个，仍然不木兰暗，OK，有放回的哦。还有放回的情况之下呢，像这一个就是 independent 了，大不三大了，independent 了，OK，所以它在这边它可以是 biru 或 mera，下一支是 biru mera，它第一支字的时候 biru 是二百六，这个是四百六，它放回吗？所以这个还是二百六，四百六，二百六，四百六，所以它是 independent。OK，让我第一次抽到蓝色的，我记录了，我放回。然后第二次抽到几率，蓝色的几率还是一样的，它不会因为第一次我抽到蓝色或抽到红色而影响到我下一次的。所以通常放回的都是 independent 呢。OK，没有放回的通常都是 dependent 呢，这样啊。OK，然后在这一边他要选 Bengurusi 跟 Benolong Bengurusi。像这一个东西呢，肯定是 dependent 的。为什么它是 dependent 的呢？因为那一个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是主席又是那个副主席吗？OK，所以它是 dependent 的啦。我们继续看，他要选两个学生，然后六个 pengawas 跟三个 murid，像这一个肯定是 dependent 的啦，因为他选人嘛，就好像刚刚主席、副主席同一个人不可能被选两次嘛。他没有讲很清楚啊，我们当做是不可以选两次啊。然后如果他是讲，哎，同时我要选两个人一起去站岗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叫两个人来办公室的话，这样一个本科生是一个普通学生啊，还是这样，这个一定是 dependent 的咯。如果他讲我要选两个人来去 duty。OK，然后这个星期留地，下个星期又留地，然后这样有一个人非常不幸，这个星期被选中，下个星期又选中，这样啊，这样这个就是 dependent 啊，这样可以重复选的嘛。然后在这边他说，mendapat nombor ganjil dalam rombongan datu adil，然后 dan angka dalam rombongan dui singiling adil，所以他拿到那个单数的几率是 independent 的啦，他不会被影响的啦。OK。所以它就是这样哦，所以是 depend bersandar tak bersandar bersandar tak bersandar bersandar tak bersandar 这样。题目它给的答案第六的是属于 dependent 的啦，然后可是在这边他说拿到单数嘛，那个你丢那个 dice 的话，它是一二三四五六嘛，所以它拿到单数是一三五，然后。他说：“Angka dalam lambungan，这个是 head 跟 tail 嘛，所以我拿到 head 跟 tail 不会影响到我拿单数了，所以它应该是属于 independent 啊，我觉得应该是 independent 啊。OK，好，接着 B 的这一边呢，他要我们 solve 这个 problem。So 他说 P 他有 Gami 这四张卡，Q 他有 Bole 这五张卡。然后就一个盒子选一张出来，然后他要我们 list 所有可能的，然后接着两张都是 consonant。consonant 是什么东西呢？我们首先要懂什么是 vowel。vowel 是什么呢？vowel 是 a e i o u。OK，然后马来文叫 vokal。OK，然后consonant 呢就是 a e i o u 之外。所以它的这个 sample space 呢，它可以是 KB，OK，、okay, 然后 KO，然后它还有 KL，然后 KE，然后它还有 KH，KH，好，然后过后呢，我们这边它还有 Gami 嘛，A M。I 嘛，然后这个是 B B B，然后过后在这边它还是有这个 A
AMI 这个 A，然后 MI，然后关上来，然后逗号，OK。哦，所以能够用电脑的好处就是这样。OK，好，所以在这一边它就有，boleh 啊，Malaysia boleh 啦，然后就有 Malaysia boleh，OK，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它要它这边，哎呦，对啊，那个不小心多一个出来了。这一边是这样，OK，好，来，所以他在这一边呢，然后5 5 5 L L L 1 1 1，然后 H H H，还有两张都是 consonant，这两张都是 consonant 的情况之下呢，哎呦，他要我们 list 所有的可数达汉哦，就 KB 符合条件。然后 MB 符合条件，然后 KL 符合条件，ML 符合条件，KH 符合条件，MH 符合条件，有 A 不可以，有 I 不可以，有 O 不可以，有 E 不可以。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的那个kesudahan yang mungkin 的情况之下呢，它就有 KB、KL。KH MB ML MH，所以它的 property for both consonant 呢，OK 会是等于全部有二四五是20，然后符合条件的有六个，所以它会变成30，所以它的答案是30，对，OK 好。这一个呢，我们就把它想象成在这一边它有两个盒子，OK，我们想象成它有两个盒子，然后这两个盒子里面呢，第一个盒子呢它有 gami，第二个盒子里面它有 bole，所以我可以选的第二个盒子我拿到 K 或 A 或 M 或 I，然后第二个盒子我可以选到 B 或 O 或 L 或 E 或 H，然后可是我不可以选到 KA，因为那个 KA 都在同一个盒子里面，我也选不到 BO，因为 BO 都在同一个盒子里面。我们是从 P 选了一个，再 Q 选一个。OK，其实它这一题呢不大好，为什么不大好呢？它没有讲，我们先选 P，再选 Q，再继续选 Q。OK，所、okay? 以、so, 有一些学生哦，他的脑回路跟别人不一样啊，他就写 BK BA B M B I O K O A。O M O I L K L A L M L I 这样也是可以的哦，在那个老师改的时候，他就两个答案都要接受了哦。来，我们接着在这边，他就有这一个，然后他要我们把所有的可能性都 list 出来，然后kebalang kalian mendapat sebuah kad nombor dan cut 5，所以我在这边我的 sample space 呢，我有 A E A Z，然后还有 A 2，然后还有 C 1，然后 C Z C 2 C 1 C Z C 2。哇，我觉得这个出题的老师哦，他很阴险呢，他就是要阴我这种写字丑闻。我发现到一跟 Z 跟二看起来都一样这样。OK，然后他现在是要一个号码一个卡，所以一个号码一个卡的时候，我就 A2，哇，A2 跟 AZ 看起来真像，7 1 7 Z，然后 C2，所以他总共有四个，所以他的那个 Probability for number and 那个huruf 的情况之下是
这一个要他的那一个event 呢，A 啊，是 AZ，不是 AZ 是 A2，A2，然后 C1，C Z，然后 C2，OK，所以它是4个 over 9个2，4，6，8，9，三乘三九。九个可能性，4/9，所以它答案是4/9，对了。这一个呢，其实你不要写，这个其实是一个 event 呢、啊，你就不要写啦，就这样写就可以了。你要放一个 set A 在前面，property of A 这样也可以啦，但是可是会跟这边的 A 弄混淆，所以我们就不写。So 这一个呢，其实我们可以用 tree diagram 的 A 7 C，然后 E Z 2，然后 E Z 2，然后还有 E Z 2，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边，它有六粒蓝色，三粒黄色，blue green，然后这一个六粒三粒。然后没有放回，然后它就剩下五粒、三粒，然后两粒、六粒，OK。所以这一个是 bi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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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ning kuning biru kuning kuning。然后它现在呢，要我们找那个 A 的 probability，要我们找 A 的 probability。就是两粒都是蓝色，所以它总共有九粒，所以这个是6/9。然后它抽掉一粒没有放回之后，它剩下八。所以两粒都是蓝的话呢，它是6/9乘5/8。OK，所以我在这一边六除九乘五除八，然后拿到是5/12，等于5/12。OK。这一个32633九，然后12248，然后155432，两个都是黄色的话呢，它是3/9乘2/8。OK，所以我在这一边3/9乘2/8，然后是1/12。OK，为什么呢？313339。然后12242，然后1×1，然后3×42，好，就是这样。这边呢，它一开始的时候呢，它有六粒蓝色，三粒黄色，所以它的抽到蓝色的几率呢是6/9，或者是我把它换个想法，就是讲我讲 probability 就是分数，蓝色占了全部的1/9。然后黄色占了全部的1/9，然后拿掉一粒蓝色之后，剩下五粒蓝色，黄色没有被拿，还是有三粒黄色，所以总共有八粒。然后这个时候呢，拿到蓝色的几率是5%，也就是蓝色占了所有的5%，行吗？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题，一个盒子它有12粒苹果，然后。其中三粒坏掉了，不说，然后两粒选一粒接着一粒，没有放回，没有放回啊，所以 B for 不说，不说，然后 D 到不说，所以它三粒不说，九粒没有不说，三粒选掉一粒剩下两粒，那这个还是九粒，九粒选掉一粒剩下八粒，这个还是三粒。然后总共有12粒，选掉一粒之后剩下11粒没有放回啊。OK，所以我有 busuk busuk，哇臭臭，然后 busuk 打 busuk 臭不臭，然后不臭臭，然后不臭不臭，所以他在这边他有讲 B 是 busuk 啊，然后他说 kedua dua busuk，所以 probability for BB，OK。然后它就会变成3/12乘2/11，OK，然后我就会变成了326，然后一
22，OK，so 六除12除11，326嘛，122。Probability that 不凑的话呢，它是9 versus 2乘那个8 versus 11，所以我在这一边8 9 72除12再除11，然后6 versus 1，所以它答案是6 versus 1，122，然后还有6 versus 11。好，接着呢，我们在这边呢就有。Selling exclusive 跟 deduct selling exclusive。Selling exclusive 呢，它就是 mutually，然后exclusive。OK，这样啊，它是 mutually exclusive，它是 EX，然后 VE 啊，mutually exclusive。Mutually exclusive 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互相排斥的，OK，然后不会同时发生的，就互相排斥，OK，然后不会同时发生，OK，这个是 selling exclusive，所以这一个下面的这一个就是属于 mutually exclusive，所以他们是如果我画 set 出来的话呢，它是不会有重叠的。可是，在这一边呢，它的这一个什么东西啊？它的那个deduct selling exclusive 呢？这一个是not mutually exclusive 的话呢，它可以同时发生。这一个什么可以有重叠然后可以同时发生。那这个就是什么？Not mutually exclusive。OK，所、so, 以在这一边呢，我们有一个 formula，那就是我的 A union B 的 probability，它会等于 probability A 加 probability B，再减掉 probability A intercept B。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的 A 跟 B 加起来的时候，它重叠的部分加了2次，所以我找 A union B 的几率呢，它应该是 A 的几率加 B 的几率再减掉重叠的几率一次。OK，因为 A 的时候重叠了哪一次，B 的时候重叠了哪多一次，拿了2次，所以我的 probability of A union B 会是 PA 加 BB 减 PA 的什么？然后它 not exclusive，它 exclusive 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 formula 的，只是呢，它在这一边它的那个减 P A intercept B 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的这一个是零啊，因为它重叠的部分是零啊，所以 probability of A union B 就直接加起来，这样就可以了。接着我们来看这一边，他说，一个学生，然后从 Club 篮球选，然后她是女生，Form Five，然后。15岁或以下，这样哦很难讲了嘞。我们如果讲，Form Three 是13、14、15岁，Form Five 的情况之下，他应该是16、17岁哦，这个应该是17或者是18岁，如果他有 double eyelid 的话，所以 S 跟 T 可以，他是女的 Form Five。所以这一个呢，它是deduct selling exclusive，然后女生小过15岁，这个也是 deduct selling exclusive，它可以是小过15岁的女生。T 跟 U，它是 from 5又小过15岁呢，这一个应该是 selling exclusive 吧？正常的情况之下，OK，就是说它那个什么没有。跳级啊，就是说他没有那一个跳级生的学生啊，OK，他没有跳级啊，他就是慢慢一个年级一个年级的没有跳级的情况之下，他就是mutually exclusive 啊，同时不能够发生的了。所以如果他是神童的话，哎，什么
什么？就12岁没有，就三岁开始读幼稚园，4岁开始读小学1年级，5岁小学毕业，然后6岁读凤湾，然后7岁中学毕业啊，这7岁的生活，然后8岁就进大学了，这样哦，有这样的人的存在。OK，好。接着在这一边，他有一辆车，然后从那个卖车那边，红色，马来西亚做的，然后 import，so A B 这一个是 either selling exclusive 啊，not mutually exclusive 啊，就是说它可以同时发生，它是红色的马来西亚生产的，它也 either selling exclusive for AC，它可以是外口进口车，红色的。然后 B 跟 C 呢是 selling exclusive 的，它是在马来西亚进做的，它就不是进口车啦，它是进口车，它就不是在马来西亚做的啦，就是这样的。OK，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题，它丢骰子，Nombor Genap 是二四六，然后大过三它是四五六，然后。Prime number 大过二，Prime number 大过二的话，它三，OK，因为如果它讲没有大过二的话，二其实也是符合条件的。D 跟 E 可以同时发生吗？四跟六，所以这一个是 D 的 selling exclusive。D 跟 F 呢，二四六跟三五，它是 selling exclusive 的，OK，因为它是双数，它就不是也是大过。二的 prime number，EF 四五六三五，这两个五可以同时一起发生，所以这个是 D 的 selling exclusive，这个可以是五，这个可以是四六，这样重叠，有重叠。这一边呢，如果我的那个 D 跟 E 我来画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 D 跟 E 是这样，D 和 E，然后它这一边是四六。二四六，然后这一个是四五六，一是这个 D 跟 E 是这样，所以它这一个是有重叠的，所以它这一个是not mutually exclusive。然后我的 E 跟 F 的情况之下呢，我的 D 跟没有我的 D 跟 F 的情况之下，这个是 D，这个是 F，D 它是二四六，F 呢它是三五，它们没有重叠。OK，所以它这个是 mutually exclusive。来，接着我们看这一边，他说七张卡，它是 manusia 放进盒子里面，然后他选一张卡，然后接着呢，hitung ke barang kalian kad yang diberi berlabel huruf vokal atau s。然后他选一张卡嘛，然后他现在呢是 vocal 或者是 s，所以这一个题目呢，我们要用他给的方法来做呢，上面这种方法来做呢是超麻烦的，为什么呢？So probability for vowel 的话是 a u i a，所以它是4个7个。Probability for S 的情况之下呢，是1/7个，然后它是那个 selling exclusive，就是 mutually exclusive，所以我的 probability of V intersect S 呢是零来的，所以它在这边 probability of V or S 的话呢，它是4/7加1/7，所以它是5/7。OK，为什么我讲这样做很麻烦呢？因为如果给我做的话呢，符合条件的是 vowel 是 a u i a，或者是 s，所以总共有5个，所以它的这一个直接是5/7，姐姐。考试做出来的话，我会这样做，我直接写5/7，可以。OK，然后来我们在这边再看，它选的是 genap consonant，genap 是双数。符合条件，consonant 是什么？KP，
OK，所以我直接知道这个答案是305，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一边507、305，刚刚的这一个507，然后305，就是这样而已啊。So probability of A or B 就是这样。如果我要根据它的那个做法的话，我的 probability of A 呢是 Grnup 是1/5。Probability of B 呢，consonant 呢是2/5，然后我的 probability of A intercept B 的话呢是零，然后所以我的这一个就会变成了那一个什么等于1/5加2/5，然后它就会变成3/5。然后接着我们看第三题。五粒球，它有五六七八九十，哇，出题老师真厉害。我们这一边呢，他说，选一粒球，然后它是双数，或者是两位数，双数六八十，两位数十，所以它符合条件的只有三个，所以360。So probability of A or B 呢，会是等于360，然后。也就是1/2，如果给我，我直接这样做了，符合条件呢，直接放上来就可以了吗？OK，然后它这一边这一个我不要用 O 啊，这个用 Union，那这一边它是用 Union，OK，可是它要的其实是 probability of A 呢，就是 Grnup 双数了，有三个和六个，probability of B 呢是两位数的，然后是1/6。So probability of A intercept B 呢，重叠的是一个，同时双数又是两位数哦，所以它的 probability of A union B 呢，会是等于3/6加1/6再减1/6，然后它就变成3/6，也就是1/2。这一边的时候，我用的这一个是 PA 加 PB 减 PA intercept B for PA union B 了。我们刚才在前面的时候，前一页的时候，我们有讲 A union B 的 probability 是 A 的 probability 加 B 的 probability 再减掉它重叠的 probability。前面的时候这一个，OK，它 A union B 是 PA 加 PB 减 PA intercept B，OK。我自己本身其实是很少用到这个 formula 的啦，OK。然后接着再来第四题这一边。So，他选一张卡，然后它是单数或三的倍数，单数三九十一，三的倍数有什么呢？13323633943412，所以它这六张里面符合条件的，OK，So probability of A union B 符合条件的直接有五张，506，这个就是它答案了。周、so, 单数呢有三、九、十、一，还有三个。B 呢，它有三的倍数，三六九十二，4/6。A 跟 B 重叠的呢是三跟九，两个。所以我的 probability of A union B 呢会是等于3/6加4/6减2/6，然后它就会变成了5/6，一样的答案。这样，我直接观察拿答案，这样分子分母不是更简单吗？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个，收、so, 在一个 bag 里面，它有三支红笔，七支蓝笔，OK，然后拿两支笔，没有放回，所以三支拿了一支，剩两支。然后七支拿了一支，剩六支，OK。然后原本有十支，剩下九支。So 这个是 mera mera mera，比如 mera 跟比如。So 他要的是不同颜色的，所以他这一个是 mera 比如再加比如 mera。So mera 比如的话呢，它是3/10乘7/9。然后 biru mera 的话呢是7/10乘3/9，
所以它这个是90，三七二十一加三七二十一，所以它是变成42/90，然后我在这边四二除90的话呢，它会变成7/10，所以它答案是7/10，都7/10。OK，好，就是这样。来，我们继续看旁边这一题。So 它 CD 及格数学的几率是3/5，所以不及格是2/5。怎样拿到2/5呢？是一减3/5，就2/5。它及格 physics 呢是7/10，然后不及格 physics 呢是3/10，一减7/10是3/10。OK，So 7/10，3/10。哇，数学都有可能不及格的话，这样不要读 science 了，去读 art class 啦，不要拿 physics 了。OK，好，所以我有 max physics，然后 max physics fail，然后 maxwell physics pass，maxwell physics fail，还要其中一个及格，所以其中一个及格呢，就是 max 及格，physics fail，还有那个 max 不及格。然后 physics 及格，所以它是3/5乘3/10加2/5乘7/10，然后分母是50，然后这一个是3乘3九，2×7=14，所以它会变成23/50，所以它答案是23/50，对了。好，所以我们这一边就把第9课讲完了，后面的是总复习题。这一边呢，如果我们写成分数的话呢，是比较难理解啦。所以你把这一个350呢写成 percentage 的话，它是40%，所以它及格的几率是40%，没有60%，讲错，写错。所以它及格的几率是60%，这样它不及格的几率就是100%减掉60%，就是40%呢。然后100%其实就是一。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用一减的原因就是这样，说及格是70%，所以不及格是30%，加起来是100%，然后加起来是一，这样啊，OK。接着我们看总复习题，一个盒子它有6张卡，Domino Pizza，这好像是 Pizza Hut 的，OK，2张卡拿出来，没有放回。2张都是 consonant，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是什么？DO，所以它在这一边，它总共有6×6，6×6，36种结局。然后2张都是 consonant 的话呢，它就有 DM，然后我也不用写到这样复杂，反正它是 objective 的，我是 DM，DN，然后 MD，然后 MM，然后还有 ND，还有 MM，所以它有6个选择，所以 probability for both，然后 consonant 呢，会是等于6/36，也就是1/6。这一边我弄错了，它的这一个呢，它是六选了一张之后，它剩下的是五，所以它在这一边6×5=30，它有三十种可能性，然后它就会变成1/5，所以答案是 A。OK，因为我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 DODMDIDNDO，然后过后呢，我还有那个。什么？OD，然后 MD，ID，ND，还有 OD，245，然后246，6×5。OK，最后一个它是 ON，所以它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五，这边是六，所以它是6×5=30。好，有一个。公平的骰子丢2次，OK，第一次是 Gernot，OK，
even，OK，、okay, 然后 not even，然后第二是那个单就 odd 啦，so even odd，so even 的情况之下是246，odd 的情况之下是135。So 第一次拿到 even，所以他要的是 even odd 的情况之下，第一次是306，第二次也是306。然后将他的这个 probability of even union odd 的情况之下，就306乘306，然后就102了。OK，没有104哦。OK。因为306是120嘛，120乘120，104。来，接着在这一边呢，它是一间学校，然后它选学生 secara rawak dari sesi pertama 了哦，它只是要从 sesi pertama 了哦。OK，然后两个都是女生，so。他是 perempuan lelaki 在 perempuan lelaki perempuan lelaki，OK，、okay, 所以他有133个，然后过后是132个，然后我的133加77的话呢，它是210，210，然后209，所以 probability for PP 的话呢是133和210乘132和209，所以我就133乘132除210再除209，然后是255。哇，设计到这样美的漂亮的号码哦，B 255。在一个榴莲 pasta 里面，Jenna 跟 Lim 吃榴莲的几率是2/3跟5/7。然后他要说，Jane 或 Lim 吃榴莲。这样，他在这一边呢，他是 Jane 吃 Jane 不吃，然后 Lim 吃 Lim 不吃 Lim 吃 Lim 不吃，so 他两个都吃榴莲可以，Jane 吃榴莲 Lim 不吃榴莲也可以，Jane 不吃榴莲 Lim 吃榴莲也可以，然后他唯一不可以的是 Jane 不吃榴莲，Lim 不吃榴莲，所以这一个题目呢，它其实呢。你找这三个加起来的答案，跟一减掉这一个不符合条件的答案也是一样，因为全部的可能性是 E 嘛。OK，所以它这个 probability Jane or Lim 的话，会是等于 probability 一减 probability Jane 不吃，Lim 也不吃，所以一减1/3。然后这一个是2/7，OK，因为这一个是2/3，一减2/3是1/3，然后这个是5/7，一减5/7是2/7，OK，所以它在这一边，它这一个会变成了一减2/21，然后19/21，所以它答案是 D。在这一边呢，我们记得就是你拿。一减掉不符合条件的，跟你把符合条件的全部加上来也是可以。So 如果我在这一边，我拿 Jane Lim 加 Jane Lim 之外，再加 Jane 之外 Lim，它就会变成了2/3乘5/7加一，然后2/3乘2/7加1/3乘5/7。这个也是5/7，这个是2/7，所以它分母这一边是21，50四加五是9/21。我把三个可能性的加上来，OK，合上来是19/21。我拿一减掉不符合条件的，也会是同样的答案。接着我们看第五题，computer，然后 hilang lana rosak 是316，所以哇，做16架有3架坏了，这样真的是令人
有能够信赖的那个公司，选两架机那个 computer，然后个 balang kalian that sekurang kurang sebuah computer rosak，so 它是 rosak tidak rosak，然后 rosak tidak rosak，rosak tidak rosak，这一题我就不两次做了，so rosak 是3/16，然后。再 rosak 多一次的时候是2/15，所以它现在是 probability that at least one rosak，这样就一减掉 probability both tidak rosak 的话呢是13/16，一减3/16，然后剩下12/15。所以它在这一边一减13/16乘12/15，然后它就会变成了这一个13乘12除16除15，然后这个是13/20，一减13/20也是7/20，13 kebang kalian sekurang kurang。两 rosak 最少一个 rosak，rosak 提到 rosak 哦，OK，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刚刚的这个是13乘12，所以是156，所以它这一个是156，然后15乘16，15乘16，这一个是。240，它分母都不一样了啊。它是 independent 的，这边我弄错了，它是属于那一个 independent 的。第一架坏跟它不是16架里面有3架坏，就是每一架的几率都是3/16，所以它这一个不用减，每一架的几率都是3/16。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的这一个，它也是那个13/16，一减13/16乘13/16，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13乘13除16除16，然后是169/256，然后呢？一来减它，然后87/256，所以它答案是 C。这一题呢，他说什么？最少有一个坏的，所以最少有一个坏的，它有坏的就符合条件，符合条件，符合条件，符合条件。然后我可以用这三个的加上来，我也可以用 E 来减掉不符合条件。我现在做的就是 E 来减掉不符合条件。来，接着在这边它有11张卡，瓜拉伦布2468这11张放进盒子里面，他拿2张卡没有放回，然后戈巴朗加利安第一张卡是 L，然后它不是 L，然后接着呢第二张卡呢是 U。所以 L 的几率是多少？二四六八十一个里面有2个，2/11。我选到一张 L 的时候，我剩下10张嘛。U 有几张？U 有一二三三张。所以它是 probability of L and U 的话呢，它就是2/11乘3/10，然后3/50。所以它答案是这一个，1/22，5/10。3/5，题目讲他没有放回啊，然后他后面给的答案是6/那个12E 的时候呢，他其实是怎样的呢？就是说他现在是dengan permulangan 他有放回，他有放回的情况之下，他 L 是2/11，他的 U 呢也是3/11。所以这一个
L and U 的话呢，它就会变成二分之一乘三分之一，所以它就会变成六分一而已，这样才是 A。可是题目是讲单倍数的答案，没有放回，所以答案应该是 B。在这一边，它有两个FedEx 一起丢，然后他要我们找那个 Keberanggalan mendapat nombor pertama dan nombor ganjil。nombor pertama 是什么东西呢？nombor pertama 是那个二三五，nombor ganjil 是什么？一三五。OK，所以他没有讲谁跟谁先呢，所以我的 A 的呢，它可以是什么东西？它可以是二一、二三、二五，然后接着呢，它可以是三一、三三、三五，然后它也可以是五一、五三、五五，我也可以是一二、一三。一五，一的二，一三一五，他没有讲谁跟谁先吗？然后过后呢，我可以拿三二，三二，它刚才三一没有重叠，三三重叠了，三五重叠了，这个就没有了。然后五二，然后五三五五是重叠了，所以我在这边有二四六八十十二的四。14×36，然后14除36，14除36，还是7×8，所以它答案是7×8。哦，它的这一个呢，它是把两个那个都当成是不一样的骰子，所以它这一个三一三三，然后三五。然后五没有三三二三三三五五二五三五五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18×36100，这个也不对。他给的答案是104，我是觉得那个三三三五那个是一样的东西来的，所以三二。然后还有五、二，我都接受了，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我刚刚拿到的是14×36，7×18。作业给的是104，作业给的是104的话呢，是怎样拿到的呢？就是他不要这样的东西，OK，然后它就会变成了9×36。一百四，就是讲第一例是 prime number，第二个是 odd number，所以它的题目没有讲清楚啊。OK，如果它任何一个是 prime number，任何一个是 odd number 的话呢，这样我觉得是我的答案是正确的啦。可是这个是题目的问题了。接着它要的是双数，双数的话它是二四六，或者是。大过四，大过四的话呢，它就是四五六，没有，大过四是五六罢了，没有四五六，五六。所以它在这一边呢，它是二四六，或者是或者啊，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可以是二一二二二三，然后二四二五二六。或者吗？双注还有双注符合第一个条件就可以了啊。然后接着那就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然后接着呢，它有一五一六，然后
2 3 5 3 6 4 5，没有6 5 5，5 5 5 6，5 5 5 6。所以在这边，它第一个是双数的可能性的。OK，第一个可能是双数，这些都符合条件。然后接着呢，它就是说第二个是它是大过四，第二个是五或六，所以5 6 5 6 5 6 5 6，这一个是5 6 5 6 5 6。OK，所以我在这边有二四六。六是24，24/36，2/3，所以它答案是2/3，对的。好，来，接着在这一边呢，它是选手的名字，然后去参加波拉丹巴在 Australia，所以他选两个选手是加拿大哇，OK。所有的可能性，就两个选手他没有给任何的条件呢，所以这样他所有的可能性的话，它可以是 TN，OK，然后 TD，OK，然后TF，TR，我好多诶，然后。TL，那还可以是 TL，TV，然后它还可以是那个 TA，然后 TH。二四六八九，总共有72个。这个是作业给的答案，但是这一课呢，它有时候哦是有一点点有一些东西会很乱。OK，然后像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会写 TN 了之后，我还会写。NT 啊，可是他这边他没有写 NT，就是讲他讲 NT 跟 TN 是一样，第一个上跟第二个上跟第二个上跟第一个上是一样的，所以他就没有再重复了，所以他这一边的那个可能性哦，他就少掉了一些，所以他的这一个 sample space，如果我直接用那个作业给的答案的话，他就二四六八。10、16、14、16、18、20、2、24、26、28、30、32、34、36、36个。OK，so 一男一女，一男一女的情况之下呢，就 E T L T V T A T H。OK，所以他在这一边 T L。TVTATH，然后 NLNVNANH 这一个，然后过后就 DLDVDADH，然后还有 FLFVFAFH。然后还有 R L，然后 R R L R 这一个这一些这样，所以它这一边它总共有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所以它的这一个A 二的话呢，它是20 over。所以五四二十，四九三十六，509，所以它答案是509。然后在这一边，他说男的选一个，然后再女的选一个，然后他要我们把所有的可能性写出来。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男的选一个，女的选一个，所以他这一个就会有那个
TLTVTATH NLMVNANH，然后这样，OK，所以它这个是245，然后五四二十，总共有20个，二四六八十，12、14、16、18、20个，对。然后格巴兰加利安，它是来自同样的学校，所以 TLTV 是同样的学校，OK。然后 NLMV 也是同样的学校，DLDV 也是同样的学校，FAFH 也是同样的学校，然后 RARH 也是同样的学校，所以它有二四六八十个，所以它的这一个呢是10波20一波，OK 一波。接着第三题在这一边它就有。A 了，so 他选一个学生，然后女学生，哪里门能干能大，女学生门能干能大是137，总共全部有多少呢？这一个是什么？137加103加273加17，总共有630个。所以它这一个是137除630，所以它是137/630，所以137/240，它是这一个它的题目有问题了，Secara rawak dari menengah rendah。然后可以咯，所以它来自门能干人大的话呢，就是它的分母是这一个240，OK，B，或者是我通常用看英文，我看不懂马来文，这样，不要紧。来，接着它这一个是它从门能干阿达斯，从那一个高学年这边选出来。周二七三加一七，它总共390，这个390/240，周它的那一个可能性是男男女女，它是要同样的性别，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可以是那个。那个 atas 的 perempuan，然后重叠于那个 rendah 的 perempuan，然后 atas 的 lelaki 重叠于 rendah 的 lelaki，所以 atas 的 perempuan 是273/390，然后137/240，然后 Atas 的 Lelaki 的话是117/390，103/240，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一个是273乘137加117乘103，分母是390乘240，所以它是317/600。所以它答案是317/600。好，然后他选两个学生是 Secara rawak，然后两个 berumur lebih daripada 15 tahun。OK，两个都是大过15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两个都是那个 menengah atas 的，所以这个是大过15，这个是小过15。所以两个都是大过15的时候，第一个它大过15的时候，大过15，小过15，再大过15，然后大过15的时候，它这个390个大过15，总共是630，OK。然后这一个呢是389，629，
所以它的这一个 C 的是390630×389629，所以我在这边390×389除630除629，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这样，0.38285，所以它是0.38280.4428。kedua dua murid，两个都是要大过15岁，所以第一个是390，不，在这一边全部是6303963，所以我在这一边是390除630，389除629。0.3828，我觉得我的答案应该是对的了。好，在这边它有22粒红色，15粒菇，然后还有一些黑椒，然后Merah 是酱，然后 Bilangan 黑椒 dalam 这一个，所以在这一边呢，它有 N 粒，so 我的这一个 N 粒里面呢，它有Merah, ungu, hijau，这一个有22/15，它的这一个 probability for Merah 是11/25，然后22/N 等于11/25，所以我在这边我这个乘二乘二，所以它的这个 N 会是50，所以 hijau 呢就会是等于50减22减15。37/13，所以它依旧是13，对，好，然后接着在这一个一个 shilling 丢，然后接着在一粒球选择，然后那一个是两个 kuning，一个 merah，然后两个 ungu，然后在这边它的 sample space 是什么东西呢？它的 sample space 是可以是头或者是花，然后再 kuning 一 kuning 二 merah ungu 一 ungu 二这样去。好，然后接着呢，它要的是 gamba 和 ungu。So gamba 跟 ungu 的话呢，它的这一个是这一个，OK，gamba 跟 ungu 是这一个。OK，gamba 跟 ungu 是这一个，所以它的这一个符合条件的呢，有2/10，1/5。接着呢，它的这一个 B 的部分呢，它是红色的，或者是黄色的，所以红色或黄色的是这一些。OK，红色或黄色的是这一些。OK，so、okay, 它的这一个条件是这一个，所以它总共符合条件的是有六，所以这一个呢，它是6/10，所、so, 以这一个是6/10，3/5。OK，诶，它怎么会有7/10的？atau sebut gambar dan sebiji bola merah。OK，atau gambar哇，读不懂他的这个题目，他的这个要的是 gambar 7/10，它符合条件的有七个，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他是 gambar kuning gambar kuning gambar merah gambar Ungu gambar, gambar, oke. Okay. 它就是要有 gambar, oke. Okay. 然后，哦，
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 Gamba OK，道古宁 OK，Gamba OK，阿道古宁，它是 Gamba 阿道古宁 OK，它烧的是 Gamba 阿道古宁，这是7%。好，C 的它有9个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然后他就随便选，然后三或者四，这个是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 nombor genap atau nombor dua digit，nombor genap 是什么呢？nombor genap 是双数，六。八十十的，number two digit 的话呢是十一十二十三，所以符合条件的刚刚的这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二四六个，然后和九二和三，所以它答案是二和三，对，四和九。甘答案哦，他要的是甘答案的哥阿刀。4，so 甘答案第一个到4的时候是3或者是4的倍数，我这个弄错了，所以它的这一个是6、8、10、11、12、13符合条件，然后3的倍数3、6、9、12，4的倍数4、8，然后4、3、12，所以12出现两次。所以我们合上来的只有四个，4/9，2/3，对，好，就是这样。